首先，我们来到泰国的首都曼谷。由于这是外景队第一次到泰国拍摄外景，出发前每一位工作人员莫不心情紧张。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土民情以及泰国独特的文化，也许可以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回不同的崭新节目内容，拍出更加惊悚、更加骇人的画面。泰国的首都曼谷的面积是台北县市的六倍大，人口也高达700多万，而且人种复杂，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与移民。不知道这一次的泰国之行会为外景队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泰国举国上下尊崇佛教，宗教掌控了泰国人所有的生活。据说泰国境内所供奉的神祇，从得道高僧到小婴儿都有。而这次外景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四处奔波明察暗访，总算找出曼谷最为凶猛的三大鬼屋。请马上转台，否则后果请自行负责。泰国境内巫术盛行，养鬼、下蛊、降头、符咒有如家常便饭般随处可见。曾经有人被下了蛊却浑然不觉，只觉身体不适自行上医院求诊，竟因此横死在医院当中，而且死状狰狞，恐怖异常，虫类爬满了尸体，就像是遭受了诅咒般。这间原本平静的医院，诡异事件开始频传，医院因此停止营业。在这边烧东西，墙壁上都是那边烧一些东西，然后在写字，然后就往楼上走。是不是是停尸间的？停尸间呢，有点像。这个都是使用过的，通常呢，像以前的，医院呢、都会有，不管什么原因呢、都会有很阴。那好像楼梯这么窄。等一下来请这个监兵呢来探索。毕竟呢、这不是台湾的医院，就是所以说它整个格局啊，包括它里面的东西啊，格局的里面的东西我们都不熟悉，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往回走，然后呢，我们就请可以待会就进行我们整个拍摄的一个过程。
明知道120年前的将军府发生了什么事件，竟因此荒废了120年呢？相传于120年前，将军的后代竟为了争夺家产而兄弟阋墙，家庭人伦悲剧又多了一桩。小弟不满大哥蓄意栽赃，反而举枪自杀身亡，横死于屋内。看着自己的手足倒于血泊之中，大哥顿时良心发现，不敢相信自己竟因一时的迷惑如此对待自己的亲兄弟，良心谴责下便举家搬离将军府，从此诡异传说不胫而走。现在我们来这边呢，这个是听说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住的地方。那像我们看这个景呢，这属于都是泰式建筑。那刚才我们在那边呢，在看景的时候，那边发现一整屋的那个什么白蚁窝，还没看过那么大。然后现在我们是趁白天赶快来先熟悉一些环境，看这边到底能不能。然后在当地传闻说这边真的是很可怕，除了说这个屋子有闹鬼以外呢，那个外面那个芭蕉园啊都会闹鬼，有芭蕉精就对了。芭蕉，你看全部都是芭蕉，全部都是芭蕉园，要小心哦，上面可能会有蛇哦。你看这就有好几个瓮，不知道是干嘛用的。等一下，我都还没靠近哦。我都还没靠近哦，那个水在动，有没有？那个水在动，我们还没靠近哦。人动那么大的话，应该是。白蚁窝是不是有骨头？那盖都有骨头。来，你看什么？有虫吗？就是白蚁的虫啊，是吧？哦，是虫，你也看到骨头，你也跟鱼分一层冰。我们先环境先熟悉一下，屋内我们先不要进去好了。你看那个东西在台湾卖的话不少钱，有没有看到？那个要不要带？都可能过海关没办法过。没关系，我帮你带。好。哎，他说是有山洞啊。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将军府的传说吗？
你知道为何120年的木造建筑物都还保存完整，没有倾倒呢？将军国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辛呢？请您继续往下观看。他说这一栋房子是泰国第四代的第五个国王所，也是所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牢房，牢房做那些牢房的劳工的啊，关人的地方啦。那二楼是他住，可是这里下面是关人的地方，打人哈，伤、哦、就是说那些犯人是什么样的犯人？那后面他跟那套他那楼啊，跟红台一样，那套红台的。泰国人偷钱啦、啊，抢劫啦、啊，哈、嗯。啊，在这边。本来是上面有那个铁牢。哦，铁牢。可是下面不能进去。外警队在看紧的同时，将军后代的子嗣也来到现场，在一旁向工作人员讲述当年的状况。这栋房子是说住，也是说皇，也是一个他身份，也是一个皇家一个身份，皇家不是普通人的身份。那他这一面穿纱自杀，就是这栋房子。那这栋房子是他住睡的地方，就这栋。哦，不过他已经去世。去世了，我们给了。去世100多年了。好、啊，大概100多年了。哦，100多年。啊，100多年。现在画面中出现的便是我们故事中的主角，当时毕次是第五代的将军子嗣。不可思议的是，120年来，除了木造房屋仍是完好如初外，连照片也都是保持完整。听说只要进了这栋受到诅咒的房子，出去之后都会发生莫名其妙的厄运。要录到灵异现象，是不是？对啊，我在拍他的时候，有没有？我在拍他，因为之前拍过的事情，确定是他的，我再拍一次，就被按下去的时候，竟然是黑画面，然后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检查机器的时候，哎，怎么会这样子？你没按到什么？没有，确定没按到，可是他直接 dissolve 回来，在他的画面。就在工作人员拍摄故事中的主角时，马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现象。啊，再一次，再补了一点点。好，我现在是接个下一个画面来的啊、哦。对啊，好，我现在在录，就正在录他的画面。然后想说，还可以录，对，直接提送过去的。这是工作人员先前看景时所拍摄的画面。但是就在工作人员启动机器拍摄时，机器在开启的状况下却出现全黑的画面，持续数秒后，照片才慢慢的淡出荧幕之中，机器恢复了正常。光天化日之下，将军府内冤魂竟不得安息。您知道泰国最猛最恐怖的鬼屋在哪里吗？您想知道更曲折离奇的故事吗？千万不可错过鬼王中的鬼王，泰国猛鬼王。外警队来到曼谷近郊，找寻当地传闻中最为凶猛的鬼屋。由于该废弃空屋的位置相当偏僻，而周遭的地理环境早就形成一片荒芜的景象。一路上路况是越来越难行走，原本的柏油路也变成碎石子的泥巴路，而路旁的杂草也越长越高。此时只有忽明忽暗的月光在引导着外警队前进。就是因为这样，这里早就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恐怖地区。现在来到那个泰国，就是现在我们所后面这个房子，然后我们来现在看景，就是它拉宾卡，就是拉宾卡是在曼谷的那个近郊。那这近郊呢，就是说这个蛮有名的一个鬼屋，连他们那个当地人啊，包括导游，你看他们都在车内哦，都不想下来，因为听说哈、啊、这里面真的闹得太猛。那我们现在是先来看景，因为哈、啊。我们那个除了是说这个屋子很猛以外呢，听说当地那个警察呢会来干涉，那我们想说赶快看一看，然后
那个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看那个拍摄动作。画面中浓密的杂草几乎已是我们身高的两倍，由此可以推断出这里平常一定鲜少有人群活动。第一次到达这里前往看景的才哥，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是房子是很空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啊，我有听到一些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声音，墙壁上有很多这种符咒。要先我们再先勘察一下，如果看看这边，如果说我们先自己先，小强你有没有感受到？你刚才有没有感受到怎样的？我从来没有看。狗在叫，是狼在叫。可多卡。就真的不行的话，就用英文讲没关系。Sorry, excuse me, to bother you here. 是遇到什么状况？第一次出外景的英英竟吓得花容失色，而这边遇到的状况也似乎从没有间断过。没有风的情况下，树叶竟自行动了起来。更加惊悚的搜寻过程就在下段节目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可以许愿祈福，让您保平安，愿望成真。您想拥有由泰国高僧加持过的平安神和金佛神像吗？详细索取办法请上鬼话连篇网站 www.wuwu.com.tw 查询。是房子是很空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啊，我有听到一些声音，他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声音，墙壁上有很多这种符咒，而且我们再先勘察一下，我看看这边，如果说我们先自己先，小强你有没有感受到？你刚才有没有感受到？我从来没有看，狗在叫，是狼在叫，是什么声音？是什么声音？才哥眼皮在跳。由于附近的空屋众多，景象荒凉，看完了传说中最为凶猛的鬼屋后，外景队决定也去勘察别的空屋，看看是不是也会有别的灵异现象。告示胶，哎，你说哪里有东西？哎呦，刚好听到声音在动。你看风来了呢。有没有？你看这动得那么厉害。一家子的。对呀，对。三口。以前有人住过，然后就废掉了。这不像说是还在盖的，这已经是已经有人住过了。然后他们呢，刚才听那个导游跟司机他们在讲，当年在讲说，这屋主就是住了，然后突然就自杀。那自杀不明原因自杀，然后是好几天后发现，那自从就这边就闹了很多事情。
我们刚才在里面真的有听到一些声音，我以为是有人在送，没有，这边狗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啊，狗一直在哭，哦，那是狗在哭的声音啊，没有，有一些怪声音啊，我刚才在那边，我刚才有头好用，我再去做一下，没有，我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因为我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你看，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你看，直接跑出来，你看。因为我们曾经在马来西亚也遇到这样情形，那是因为刚好时间到了，他们那个回教在打朝拜。但问题我刚才听那个声音跟完全不像，我以为你们这边也有那种回教徒。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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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结果是狗，刚才是狗在一直在哭，一直在哭。那我下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头好晕，我要上车，我受不了。好，那我们先走，这边确定我们可以拍，确定是有的，小强确定是有的嘛？那可以了，那我们走。我现在整身发麻，可以可以，来，现在整身发麻来。才仅仅是看景而已，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受到其中诡谲的氛围。外景队决定先行离开，寻求当地警察的协助，再继续往下的拍摄事项。现在刚才现在我们警车刚过，你看这个警车，我们现在在那个泰国的那个当地那个曼谷的那个警察局里面。那因为我们要现在就去鬼屋拍，那鬼屋呢？因为是私人土地的，那虽然这鬼屋这个故事啊，它是真实的，然后也蛮猛的，但问题是说，也要经过那个当地警察的同意，所以说我们要沟通。那现在说，还有我们导游啦，包括我们的那个司机，他是希望说他们由他们泰国人自己出面去干招那个交涉啊，不然是说怕是说，不管是遇到什么敲诈啊或什么东西啊。他们认为说也对我们不太好，所以说他们现在在那个轿车当中。虽然是无人控管的空屋，外警队大可自行入内拍摄，但是人在异地，凡事不比在台湾，生怕有任何意外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才哥决定向当地警局说明所有的状况。导游虽已在交涉，当地员警却说该空屋非常的危险，不能随意进入。由于时间已晚，外景队决定先回旅馆休息，明天再想办法。经过一夜的休养生息后，外景队一早就上路，前往当地的警察局。曼谷的警察终于被外景队说动，除了同意拍摄外，同时也会全程陪同保护我们的安全。究竟这间空屋到底流传着哪些鬼魅故事呢？说以前呐、有人些小年轻人呐、很比方说很吸毒那些人呐、到那边去打针吃药，那有看到一个女孩子穿古时候的衣服，泰国古时候的衣服，全长头发，有二十几岁的在招他们进来这个屋子里面，看到。看那个入侵者是谁的，对了，对对对，他们是有人啊，不行，快点亮啊，我跟白方说，那边有些人有看到，一部分是没看到啊。那后来有一对新婚夫妇啊，就是说刚刚结婚不久了啊，刚结婚不久的话，找度蜜的地方，度蜜月的地方，那这一对的话呢，就开摩托车到那个屋子里面去做爱。那做爱的话呢，你有跟主任讲，说啊，我到这边房子，这个房子来我借用你的，借用房子一下谈恋爱，没有讲。他做爱，正做爱的时候，保安就跑来叫说，哎，年轻人，你们不要这样做，不好。他这一对年轻人不相信，就做爱。他做好了以后，开车到外面，不到十五分钟被车撞死，被车撞死。那你说的那个主任其实就是一个地灵省还是怎样？主任是一个地灵省而已，地灵省而已。没有跟地灵省打招呼就对了。对，没有没有。我的主任是地灵省。对，那后来的话，消息开始在发现出去的话，没有人敢到这边来买房子。
不敢买这两栋房子。那现在呢，我们呢已经问到了当地居民的说法。那等一下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于呢比较偏僻一点点，所以说我们请当地的警察来保护我们。因为他刚才有提到说有一些好像那个年轻人会在那边吸毒打针啊，那也怕危险，而且啊也发生过真的很多事情，所以说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啊还会继续呢跟这个警察再看看这个刚才那个附近居民的说的版本有没有跟警察的版本有没有还有一样这样子。据说只要过了午夜十二点，就会有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子斜倚在窗边向路过的行人招手微笑。传说在工程建造时，曾有模板工人发生意外，从二楼跌落，因此丧生。听说这一带废弃的屋内，所有通往二楼的楼梯全都打掉了，因为二楼是诡异事件最多的地点。当地人说，只要您站在二楼的阳台或窗边，地面就有一股强大的吸力要将您往下拉。อยากถามว่าทำไมบอกว่าทำไมเคยมี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แถวนี้มั้งครับคุณตำรวจครับถ้าได้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นี่ตัวผมเองผม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นะฮะแต่จากคำบอกเล่าหรือจากข้างบ้านหรือคนที่เขาเคยมาเที่ย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คยเห็นครับเห็นพวกตัวนี้ครับเป็นเส้นทางที่ตัวจินตาแต่คือไทยมีอ่ะ看过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有听说过啊听说过那个懂吗ครับตรงเด็กอะไรตกตกลงมาตายแล้วก็เป็นก่อสร้างใช่ไหมฮะเป็นคนงานแล้วก็มันมี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ติมต่อเติมเรื่อยๆนะฮะแต่ก็มีคนเสียชีวิตอีกก็เลยหยุดการสร้างไปจนเห็นในสภาพนี้คือสร้างไม่เสร็จเลยเสร็จ建筑物啦也有在盖过了整修过啊整修到一段时间的话工人从二楼掉下来死了工人做水泥那一些啦啊从二楼掉下来死掉了啊，死掉的话呢，哈，人家知道的话就不敢到这边来再整修了，就把它放成这样子，再把它放成这样子，给你呢，然后他知道这么多，他刚才我们在那个吃饭的地方，我也问过那边的服务员，啊，他就说，有碰到过了，是一个女孩子，年纪二十几岁而已，很漂亮，啊。可是穿的衣服的话呢，还是古时候的衣服，头发长长的，啊，头发是长长的，那整个都是白色，在二楼，你可以看二楼，你可以看二楼哈，那个窗棂上面，啊，一直是招手，啊，一直在招手叫其他人进到这边来玩，一直在招手。那他招手的话呢，哈，是有大概十二点多就会有了，啊，在招手叫其他人到这边来。那在这边的附近的人呢、一部分的人也有看到，那一部分的人进到这边是看不到。啊，今天我们来是礼拜几？在家里，家里也九点多，十二点过后，十二点过后是不是？十二点，因为看到这些女孩子在二楼，要晚一点，差不多了，你差不多时间了啊，对，差不多时间了，也是要时间了。历经了一连串的波折，外警队终于要揭开这个传闻众多的鬼屋的真实面目。外警队可以和传说中的红衣女子成功感应上吗？请您继续往下观看。好像有，怎么了？你是看到什么？是？我刚刚也有看到一个那个白白的那个。你是说你跟我看到的东西一样吗？是看到一个不太……有听你们讲话，真的有。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要二楼吊这样的方式来，我可以吗？小心啊！在下段搜索的过程中，一名不断听见了怪声，而且还看见了不平常的白色物体，才哥竟也意外山下。怪警队到底是遇到了什么状况？千万不要走开，下段节目告诉您。佩戴平安绳可以许愿祈福，让您保平安，愿望成真。您想拥有由泰国高僧加持过的平安绳和金佛神像吗？
详细索取办法请上鬼话连篇网站 www.wuwu.com.tw 查询。这两栋，然后这边一栋，然后这边再一栋，你看这一栋，你老是招手就是这一栋，招手是这一栋，对对对对。可是他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会比较旧式一点。那个香香，我们香，我们先自己用我们自己台湾的香。大家对不起，我忘了带。啊？啊？忘了带？你忘了带？对啊，放在饭店。那怎么办？大家硬闯。对啊。可是如果说像刚刚进去你讲的真的那么凶的话，也许会导致我们有生命危险哦。因为，不然我请老师先跟他沟通。好，老师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想忘了带，放在饭店，啊，可以。但是对其他的话要那个，因为他这边还有个土地神堂在这个地方。土地神哪里？对，在这边树这里。在这个地方有个地方，看看刚才有吗？老师是在这边吗？这是屋子，是不是？可是里面已经老师来看一下，有房子，可是已经没有那小那个土地公的神位了。有房子啊，对对对，它有个土地神，对对，这是土地神。对，但是没有那个东，没有那个什么神像。没有，因为他原来是住这个地方，原来住这个地方。他是在这个，对他刚刚跟我讲在这边嘛，所以我刚刚过来找，没有错，就是在这里。他怎么办？他现在都没有，就没办法办了。没有没有，其实只是这边因为年久时就没有人整理，那所以他的那个房子才会那个。那没关系，我们再我再跟他讲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临走之前啊，就是我们要回去之前，他会先烧一些这个纸钱给他。我们有带纸钱，我们有带纸钱吗？有带纸钱，那问题有到台湾的，没关系。我有跟他讲一下，然后他们待会就会帮忙处理。那他让我们拍摄过程中也能够稍微比较顺利。好，那没想到工作人员一个疏忽，竟忘了带香过来。如果没有先知会一声就入内搜寻，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不知这样会不会引起灵界朋友的不高兴，甚而攻击尖兵，带来致命的危机呢？一开始的不顺利，似乎在暗示着外景队此行的拍摄困难重重，波折不断。究竟尖兵们可以如期完成任务吗？好，那我们现在过去。对，有两栋，那我们先进左边这一栋。其实你看它的路口，整个房子都被这种草啊，对对对，都给了，而且草你看长多高，我在这边比好了，草都比人高了，它已经到180的那种草以上了。嗯，小心小心，吓一跳。对，你就知道这个荒废已经有多久了。其实我们已经快进入人家门口了，跟他讲一下。我要跟他讲一下，就是哥本卡，哥多卡，哥多卡，哥多卡。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用英文讲没关系。Sorry, excuse me, to bother you here. 有没有东西啊？没有，我是没有看到，因为你就一直往我这边冲，而且我好怕这个草里面会。不是有冰冰的东西，然后我后面，我只觉得慌。才只是要进去搜寻的尖兵们，就已经强烈感受到当地灵界朋友的反应。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女子正在等待尖兵们的到来呢？还是尖兵们太过大惊小怪了呢？外面应该是他们以前有做那种花园的造型吧，所以后面很空。然后他，你看哦，他这边的墙壁又打掉一大块东西，但有其他的这个东西都是有在重建过的。小心。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的，那个是我听到，好像我不知道是泰文那么问好的意思。有，里面有一点点声音，看一下，在里面左边前面那个。原
他是不是在唱歌？我看了。这边到处都可以看。总算进到内部的尖兵正直接感受到泰国当地的邻家朋友不同的待客之道。这传来的细细软软的声音会有什么含义呢？这边还有很多的隔间，它后面的口本卡都什么都关。墙壁上也是跟我们刚才外面看到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写满了很多，他们应该是泰文或是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图形。你看他的钢筋水那个结构，这样。哦，你看那边。对对对，你吓到。天啊，怎么是画一张脸？而且每个他的眼神是画得很怨恨的样子。对啊，哎，这是不是那个女生呢、啊？有没有可能有人看到他在招手，然后在这边画的？你现在看到一个东西，看墙。我刚有看到，因为刚刚检查有说有些情侣啊、哦、他们会来这边幽会或是做一些他们比较亲密的事情，对，而且我没有看到这个字跟这个字吗？好像那种情侣会写的那种红色的字，所以刚刚情侣讲，所有的观众朋友请您将您的头部向右旋转90度，您是不是也看出了些端倪了呢？您看这像不像是一张人脸？五官几乎清晰可辨，这似乎是个巧合，因为现场随即有了状况。你现在所有人大家都已经听到有声音，可是就是一直不知道声音到底正确是从哪。那同事，你看，你看好，完全没有风的情况下，那个组长就是数，搞不清楚。数字。好厉害，你看。这般诡异的巧合好像是种奇异的暗示，完全都没有风哦，你看其他的组组完全都没有动，就那个地方呢，他发生了男生的性情，有没有？看到，而且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泰文，有没有？一般来讲我们在念咒语或者什么符咒，我们最常看到这种的，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曾经有人进来过，然后就是亲眼撞到鬼，就是看到那女孩子之后，就在墙壁上写说这里有鬼。他们就用泰文把它写下来有。可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泰文到底怎么样，所以这边你就是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很多种的。对，你看哦，那这边有很多酒瓶的碎片，就被证实刚刚警察抓，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为了试胆，为了壮胆，就挑那种最凶的。唱歌还是二楼？等一下，他在唱歌还是在哭？然后听不出来，听不太出来，因为我觉得他那种频率好像在哼歌。现场再度传来了细细长长，仿佛是女子说话般的声音。高僧加持过的平安绳和金佛神像吗？详细索取办法请上鬼话连篇网站 www.wuwu.com.tw 查询。
所看到的白色影子会是传闻中的女子吗？难道由于外勤队的意外闯入，使得该名女子开始宣示自己的主权范围？Sorry, but I... 所以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得知那种状况里面，我觉得有先告知。可是，所以我觉得，可是你不要再靠过去，他们前后没有钉子，但很危险。怎么办？出去，没有用，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好进去，这里面好像有声音。你看，好像有，怎么了？你一次看到什么？是？我刚刚也有看到一个那个，那个，白白的那个。你是说你跟我看到的东西一样吗？你是看到什么？你听有人讲话、啊？真的有。高惊，狗叫声，抬起手，狗叫声。我在那边。外警队一行人踏在异国的土地上，心中复杂的情绪始终难以抚平。搞完这东西分辨不出来。在哪边呢？在左边是不是？在左边是不是？我有听到声音了。在外面。没有，正在外面。找一下。是不是有看到声音？哎，我出来就没了。你像那声音，我出来就没了。哎，对，刚刚那个声音就是在旁边外面的那个声音，可是我看一下，因为我刚看到一个影子从那晃过去。我们刚刚其实就是有听到那种好像小狗的声音，可是然后在那边呻吟啊，然后对对对，可是出来的时候弄不声音。你现在找找看到底是不是那条小狗啊被抛弃在这里。他这个其实我仔细看一下下面会不会搞不好有一些当时或者是一些法师他们有做过法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之前应该也是有。我拍到了。怎么飞白影对不对？对，我看到白影。我也看到，我才正在拍你。对，我看到，就在这边。你要不要？你要看？确定吗？你确定？对啊。大哥，我觉得有人在碰我啊。可是问题是我们这边不可能有人站人啊，像这边都是树啊。可是就有人。循声而来的尖兵们被吸引至房子内的死角，却是阴风阵阵。令每位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寒毛四起，而英英究竟是看见了什么呢？请您务必盯紧箭头所指的方向，请您睁大双眼仔细查看，这疑似白影的诡异影像到底是什么？会是他处被吸引而来的灵界朋友吗？还是就是传闻中的那名女子呢？而且我说下二楼。我在那脚步上，你讲的脚步声，你有没有听到？我怎么卡？我怎么卡？好像是有人要来重建，要上面还先瓦片才是。对，情况。你这边要被。昨天那些人现在出来了。很沉闷。
这样子，这样就我们想办法再看。那这样，这个搭看看，搭看看，叫搭人了，那个先上去了。来，我先一个人先想办法看看。我才看。那你先把上去，来继续。没有，我先看一下。这边没有地方可以登上去啊，我爬上去。我先爬上。为了揭开谜团，才哥决定徒手爬上二楼，寻找发出莫名声响的原因。才哥能够有所发现吗？帮我把推着大腿上去吧，对不对？一、二。你真的没有办法爬二楼，需要这样的方式。在向上爬的同时，才哥却被不明力量推倒在地，同时在一旁的英英也有了状况。究竟是遇到了什么状况，竟吓得落荒而逃？一同感应的观众竟也是一个个吓得拔腿就跑。究竟这间屋子藏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而在搜索的过程中，竟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现象。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鬼话连篇·泰国猛鬼王》下集。捉他的肩膀就对了，捉他，抓他的肩膀，是。看一下他们跑过来，马上看广播看。啊？忙。